早安。今天的影片开头有比较不太一样，我居然戴着眼镜，因为我现在就是刚起床刷完牙，然后准备要来吃我的早餐。今天影片是跟那个 MAC 合作，我等一下会使用超时装全能气垫粉饼来上妆，然后会实测一整天，拜托他来拯救我这个暗黄蜡黄熬夜之后的苍老肌肤，就要靠那个气垫来帮忙了。今天粉底实测都会在家进行，我会顺便记录我的三餐，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先看我吃早餐吧。好，我现在回到了我的化妆桌前面，然后我刚刚洗完脸，也做好了基础的保养之后呢，也戴上隐形眼镜，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素颜状态，因为现在的光线跟相机可能比较清楚，就是有黑眼圈，有些红红的小痘痘，下巴泛红，鼻翼泛红，毛孔，大部分的肌肤瑕疵我都有一些，然后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马上开始来化妆。在上我们的气垫之前呢，我要先来用到这个哒哒哒，它是活力水喷雾的保湿精华版，然后活力水喷雾呢，原版的是这个样子，大家应该对它非常非常熟悉吧，就是一个 MAC 很经典的产品。那这个保湿精华版呢，它会诞生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然后这个故事呢，我自己在 IG 也有看过那个短片，因为服装周的时候模特可能每一天每一夜都在就是一直走秀一直走秀，所以皮肤的状态可能都不是很好，然后服装周又是一个需要快速高效率的一个状态，所以妆前保养可以很快的话当然很棒，所以那彩妆师就是把他们的妆前精油跟这个活力水喷雾结合，没想到效果超级超级好，很多模特也都表示很喜欢，所以他们 MAC 就真的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了。这一罐就是把他们的妆前精油跟活力水喷雾结合，不用买两个产品到那边结合，就是买这一罐就够了。他们还帮他取了一个小绰号叫做保湿圣水，所以我现在就要用这个圣水来帮我做一个妆前的保养，然后它当然是妆前跟你要定妆都可以用，然后它使用之前要摇一摇，因为里面就是有精油，然后还有高浓度的维他命跟玻尿酸，所以它的保湿效果真的会很好。它喷的时候要手臂打直这个距离喷，我这个距离喷它的水柱就不会太强，稍微轻拍一下，皮肤立刻看起来就比较保湿，比较光泽。而且它虽然里面有加那个妆前的精油啊，可是它真的不会油腻，比你上那个油来的清爽很多。我现在皮肤上面这个光泽啊，是它已经吸收进去之后的保湿度哦，不是那个水哦。你们它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感觉很适合立刻上底妆，妆会很贴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一罐呢就很适合干肌或是你需要妆前快速保湿的人，它的保湿效果会比一般的活力水喷雾来得好。再来我要上这个 MAC 热销第一名的视底乳，它叫做超显白防护视底乳，然后 SPF 有 45PA 有四个加，也很适合夏天使用，也是要先摇一摇，直接上半脸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它的颜色就是这种有点淡淡的浅粉色，所以对于提亮肌肤、改善蜡黄、修饰的效果都非常好。然后当然它本身的保湿度也很好，然后对于毛孔修饰呢也有一个还不错的效果。嗯，它非常好推，我们让我随便推几下，两边的肤况就差很多了。这边整个有被提亮，蜡黄整个修饰了，有没有？而且也不是那种很死白的颜色，额头也来一点。这一罐它的保湿度真的很足，因为有时候比较干的那种视底乳啊，就会让我这边卡毛孔，可是这一款没有，它甚至有一点修饰毛孔的效果。然后最明显就是那个改善蜡黄，有没有？再来我要使用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超持妆全能气垫粉饼，然后它的绰号叫做杀手气垫。那我用的色号是 NC15。我会搭配的刷具是这个141刷，也就是熨斗刷，扁扁的，然后毛非常非常密。
然后它的边边角角啊，就是非常好上眼下跟鼻翼这边，超级好用。那接下来我就直接用这个刷具来沾这个气垫。你习惯用粉扑也可以啦，它的粉扑柔软度也是蛮好的，但我们今天就是用刷具。我今天眼周这边也会上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对于黑眼圈跟眼周这边暗沉的修饰能力，因为它的遮瑕度是可以叠加的。那你看它这个刷具刷起来超级贴，然后完全没有粉痕。我也是先上半脸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对比度，然后还有对于毛孔的修饰能力啊、泛红啊、痘疤这些的遮瑕度。它这个刷具形状真的很棒，你看额头这边也是可以顺着你额头的线条，有没有？然后局部像痘疤或是这边泛红的地方，你都可以再这样点压点压的增加它的遮瑕度，但是上底妆而已，感觉脸上八成的瑕疵都被遮掉了。那你们看我这样重复叠加，它一样没有粉痕，妆感还是非常的服帖，然后是一种丝绒，然后带一点光泽感。天哪，好蜡黄，然后那个泛红，然后这边超完美，毛孔也有修饰，然后这边泛红也都修饰得很好，痘疤其实也被盖得蛮好的，你不需要另外遮瑕也 OK。 这个气垫我刚才没有介绍到它的那个防晒系数，有 SPF50PA 有四个加，防晒系数我觉得非常的好，然后它本身里面呢也有维他命的成分，然后还有什么六生态之类的，所以它的保湿度也是很好，底妆服贴度真的很惊人。大家自己看一下，原本的毛孔泛红，黑眼圈也差非常多，我现在这边黑眼圈还没有另外遮哦，是只有单靠气垫的遮瑕度。我在上这一边脸的时候呢，突然想到了这个刷具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刚刚忘记提到，就是它不用很常洗，它真的不用很常洗。我现在正在用这个呢，大概是已经用了五六次，它用完之后上面可能会有残留一些些粉底液，我就是在面子上面撸一撸，然后下次再用，它的毛一样不会结块，欸，抓起来一样超级服帖，没有粉痕，真的没有粉痕。所以这个刷具我是觉得懒人非常可以入手，它不用太常清洗，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优点。我现在脸上的遮瑕度其实真的已经来到了八成左右吧，就是剩下一点点的泪沟的部分可能需要再稍微提亮，但是脸上大部分像这个鼻翼啊、痘痘啊这边我就不另外遮了，我等下就把这个黑眼圈的部分稍微再提亮一下，然后全脸定完妆之后再回来。好，我现在已经定好妆了，我用到的是这个超持霜无瑕粉饼，全脸这样轻扫定妆。然后再来呢，我要请回我们的这个保湿圣水，然后也是要把它摇一摇，就把它当定妆喷雾来使用了。依然是打直你的手臂。它这一罐啊，里面的那个妆前精油是洋甘菊跟葡萄柚精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一罐味道很好闻，欸，就是闻起来有一点疗愈。那我现在就是稍微塞一下，让它快速的吸收进去。现在底妆部分就已经通通都完成雾面丝绒的妆感，然后我先记录一下时间，我现在是12:20，等一下把脸上的其他眼妆都画完之后，就可以来准备午餐的部分了。我现在眉毛已经先画完，然后一边的眼影已经先完成，我用到就是这个 MAC 的这个樱花的这一盘，我要先用上面这个雾面的浅色晕染整个眼窝。再用一个小支一点的刷具，然后沾中间这个雾面色，加深我们的后眼尾，然后下眼睑这边也要带到一些。眼窝前半部这边也加深一点点，但是可以用余粉就好了。在上珠光的时候呢，我习惯是用这种扁平的刷具，然后我会把它喷上这个一样是我们的保湿圣水，把它喷湿，接着就沾取这个珠光，然后让珠光色变得很浅色，看到吗？很显色，很服帖。这边接上面下眼睑的这个眼头前半部这边也是用这个珠光哦，看到吗？超级显色，
不管是一般版本还是这个保湿精华版都可以，都会让你的眼影变得更显色跟服帖。眼头部分我要用上面这个浅的珠光色打亮，哇，超级显色。然后同样的浅色，我也稍微提亮一下我们的眼窝中央。除了珠光可以喷它以外呢，其实你也可以用这种小的眼线刷，一样也是用这个活力水喷雾或是这个精华版都可以把它喷湿。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换成沾取这种雾面的深的颜色，它就可以变眼线来使用，那像眼线液一样，很黑又很饱和。好，这样眼影就 OK 了，然后一样也是补个睫毛膏，我们的眼妆就完成。好，虽然我今天都要待在家，但是我还是整理了一下头发，想说拍影片嘛，就是要美一点。然后我现在剩唇彩跟腮红，腮红部分呢，我想要用一下这个 MAC 新的这个腮红，然后这色号是 So Natural， 我想说上一点点这种很自然的腮红，然后不要太影响妆感。这个系列我真的超爱，因为没什么粉感哦，这上起来很好看，很自然哎。唇彩我是选一个比较自然的淡淡的红乌龙色吧。好，我现在整个妆容都完成了。今天这个底妆的妆感真的很漂亮。然后等一下我要去准备午餐，然后吃个午餐，大概每过4个小时我就跟大家回报一下我的底妆的状态。那我们就先去吃午餐吧，我已经饿了。今天午餐要吃 Rachel 推荐的炒乌龙跟妈妈牌的牛筋，因为今天是辛苦的工作的一天，懒得煮，晚上再煮。现在时间是4:23，距离我刚才上好底妆到现在大概过了4个小时，妆感还是蛮美的吧。现在有一点点微微的出油，所以就是一个比较奶油肌的状态。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妆感，然后晚一点吃完晚餐8点的时候再来跟大家更新。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晚上8点再见喽。准备好晚餐的材料了，有高丽菜、培根、洋葱、胡萝卜跟蛋。我现在刘海因为塌了，所以就把它卷起来。别人是用锅子直接吃泡面，我是用锅子直接吃菜。这个啊，我是看一个韩国的 YouTuber 的 vlog， 他有做，但是其实我看不懂他是怎么做的，所以我只是大概模仿。
在时间来到晚上的8:30，距我带妆到现在已经过了8个小时左右。然后，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刚刚下午的时候有中间有吸用面纸吸一下油，所以鼻翼这边的油光有被我吸掉一些，然后它目前没有再就是出油。然后额头部分我是没有吸油啦，所以可以很明显看到额头这边现在是油光比较明显，然后就是刘海有一点塌掉，所以我就先把它卷起来。近看真的很近看的话，会觉得这边嘴角鼻翼这边有一点点小干纹，额头有一点油亮，可是还好没有到说变成油田这样子。然后整脸看的话，其实妆容的完整度还是非常高。然后我是混合偏油，八个小时目前来说，对我来讲这样的持妆度算是非常非常好的，整个妆容还有维持的80%以上。你看我鼻翼泛红这边，我这边其实超级容易脱妆的，但是现在这边鼻翼泛红修饰的也还不错。然后大家可以看我的腮红，腮红还在，就表示两颊都还没有脱妆，鼻子毛孔这边也没有跑出来。所以目前八个小时来说，我觉得表现的还不错。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再观察一下，反正就到我真的卸妆洗澡之前，看它就是可以撑到什么程度。各位晚上好，现在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12:30，12:40，我已经带妆超过12个小时了，我的刘海已经不行了，所以我就先把它往旁边夹。然后我们来最后一次检查我的底妆状况。蛮神奇的是，我中间只有用面纸吸油一次，可是鼻翼这边的油光就是稍微又再出来一点，可是它并没有变得很严重，出油量整个很还好哎，可能也是因为现在天气还没到夏天啦。我之前比较热的天气用的话，出油量是会比今天再多一些的。这一款底妆出油后的妆感是那种奶油肌的，它并不会变成全脸像油田一样那样很油很油。我很勇敢的给大家近看一下，我觉得鼻子这边的毛孔它的修饰能力还是非常好，然后鼻翼这边就是像刚刚讲的有点小干，然后现在也是有点小干，所以会有一点点那个纹路比较明显的状况，鼻翼这边，然后还有嘴角这边。但是真的大致上的妆感跟那个遮瑕度维持的都很不错，鼻孔周围有比较脱妆了一点，因为现在已经毕竟12个小时了，就是已经要睡了。然后这边有被我抠了一下，这边有一块脱妆的部分。我自己觉得这样是12个小时，已经超过12个小时的妆感，这样是非常非常可以，而且我完全没有补妆。完全没有补妆。如果你真的很追求完美的人，你是可以再用那个啦，可以再用这个气垫补妆，就是用它的粉扑，然后用拍的，不要去推它，用拍的。好，最后在我就是去卸妆之前，我还是来总结一下今天的4个重点产品的心得。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超持妆全能气垫粉饼。首先它的防晒系数真的很高，有 SPF50 PA 4个加，然后它的那个色号也非常非常多，它现在有24个色号。以气垫来说，这个色号选择真的超丰富，所以应该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肤色。然后它上起来妆感也很漂亮，大家今天影片应该都看得清楚吧，它刚上妆的那个光泽感很美，然后定妆之后呢会变丝绒的妆感，而且最重要是我觉得它的保湿度跟遮瑕度都是很棒的。我觉得它其实应该大部分的肤质都可以使用，干肌的人用起来应该是一整天都是那种丝绒的妆感，但是如果你是油肌的人或是跟我一样混合偏油的话，你就是一开始上妆可能是偏丝绒，然后到出油之后呢就会慢慢变成奶油肌，妆感会有点变化。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持妆度跟那个遮瑕度什么的它都维持得非常好。然后它搭上141这个刷具呢，我觉得它对于那个毛孔的遮瑕度，然后这鼻翼这种边边角角真的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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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照顾。如果你是那种毛孔很粗大或是跟我一样就是这边鼻翼状况比较多的人，这把刷具很推荐，它真的可以照顾到很小细微，而且不用太常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它很棒的一点。到底有多懒，不爱洗头也不爱洗刷具。还有今天有分享这个活力水喷雾的保湿精华版，它用起来保湿效果真的是比活力水喷雾好。然后我觉得它的香味也蛮疗愈的，因为它里面有添加一些它的那个精油嘛。干肌的话一定要试试看，因为它的保湿效果真的比较好。然后如果是油性肤质的话，你就是可以把它当做妆前的保湿，是一个很快速然后清爽不油腻的保湿。最后这一款超显白防护式底乳啊，它的防晒系数也蛮高的，有 SPF 45 PA 4个加，然后它对于修饰蜡黄的效果我觉得很棒，大家今天影片有看到它那个蜡黄立刻就是帮我提亮，而且也不是那种死白的提亮。然后它的保湿
师效果也蛮好的，也很好推，我就用手这样推一推就可以很服帖。那我自己觉得它作为那种粉底之前使用的产品来讲，它不是那种超控油的产品，我用它我今天还是有出油，但是我觉得它对于持妆度粉底可以扒在脸上肌肤上的效果是有的，会再多加分。就是如果没有使用这一款的话，我觉得今天的整个妆容可能会再掉个一层或两层，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完整度这么高，我觉得今天这样到现在这时间大概有八成吧，所以我觉得这一罐湿底乳对于持妆度还是有帮助的。好，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这几款产品我使用下来的重点心得，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今天的三餐吃什么。如果平常我在看我 vlog 就会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是煮饭的时候就是有点乱来，如果第一次看人吓到你，我很不好意思，我平常煮东西就是有点随性。好，我要去卸妆了。没有，我在看我自己，好像现在就算已经这么晚了，好像还是蛮漂亮的。好了，我真的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大家拜拜，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